大家好，好高兴在一月尾最后一日，咁啊一个主日都能够同大家一起嚟到做敬拜，我哋献上感谢。首先我哋做一个祈祷先。真系主，我哋献上感谢，主你嘅手系一直带领我哋，无论我哋系喺家里面，我哋系外出，我哋嘅工作，我哋读书，我哋长者喺屋企嘅，我哋都能够得到主你嘅手嚟到保护，我哋献上感谢，我哋能够系求主你系藉着今日嘅崇拜嚟到带我哋去进入呢个敬拜主你，系赞美主你，我哋都求你藉着苏牧师将你嘅话语嚟到向我哋讲解，俾我哋能够听得明白，俾我哋能够系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到是听了来到行出来，我们想感谢，我们感谢主你是给我们是有疫苗，让我们是可以接种不断的有人接种，这样就可以是不断的来到是有个医治的在里面，我们都恳求主你是继续的带领，是给这些疫苗是有效，嚟到係俾我哋係可以能夠打到，係能夠係防止呢個疫症。我哋都係再次嘅嚟到翻到嚟主呢個殿中嚟到敬拜你。我哋獻上感謝，我哋一齊嚟到敬拜，係感謝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咁我領翻一首之前領過一首歌，係叫做《可會知》。呢首歌都係講到話，我哋係期望係日日夜夜嘅。能够寄居在主的殿中里面，一起来到敬拜赞美主。我属于你，是我的福气，永属你，期望进到你的殿中，思想主你，唯独看见你光辉，世界万事尽枯萎，我渴慕你，谁人可相比？我属于你，是我的福气，永属你，期望进到你的殿中，思想主你，唯独看见你光辉，世界万事尽枯萎，我渴慕你，谁人可相比？可会知，祈求可跟你永远也共住，知道每日每夜期望一直相聚，这地上是寄居，愿我天天于你家里拜拜称赞，全愿奉献全日爱你。进到你的殿中，思想主你，唯独看见你光辉，世界万事尽枯萎，我渴慕你，谁人可相比？我属于你，是我的福气，永属你，期望进到你的殿中，思想主你，唯独看见你光辉，
世界万事尽苦味，我渴慕你，谁人可相比？上是寄居，愿我天天于你家里跪拜称赞，全然奉献，全日爱你。第二首歌想同大家一起唱的是《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即是一颗谦卑的心。谦卑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功课，有时我们真的被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来到影响我们一个谦卑。我们恳求主是塑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是好像主耶稣的生命一样。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单单相信你，深深
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第三首歌想同大家一起唱的是今生若比永恒长，这首歌我们用国语来唱。诗歌都提醒我们一生是不会比永恒更加长的，所以我们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拿什么来换呢？拿什么来换呢？拿什么来换呢？比永恒长，让我们此刻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专注经营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制造桃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再唱多次。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此刻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占据经营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只沾桃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是谁不晓得，今生若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遥遥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今生若比永恒长，我们再唱多一次。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此刻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经营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你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虚心所欲吧，只在桃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是谁不晓得，今生若比永恒长，
不必用恨长，用恨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今生若比永恒长，我哋唱诗歌到呢度，我哋跟住落嚟系有苏牧师嘅讲道，我哋将时间交俾苏牧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各位亲友，大家好！又到咗我哋一齐嚟可以敬拜神嘅时候，虽然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可能唔同嘅时间。但我们都在今天这个主圣日里面去敬拜主，我们先有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七日里面有一日，你吩咐我们要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在身体、在心灵都有一个休息，叫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恳求主带领这段时间，透过一些诗歌、经文的信息，求你的灵帮我们每个人心里讲说话，让你的说话去光照，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更加爱慕你，叫我们的心能够谦卑地跟从你，更加恳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今生绝不会比永恒长。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说话解开，建立我们的生命。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再用上个次的经文的最后一节，第十节，就是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四章十到十七节。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升高。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所以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而是审判官了。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作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作这事或作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上个礼拜呢，我们是讲过在雅各书的背景里面，是写给两种的信徒。一种呢就是可能因为走难，他们变成了贫穷，或者有一些是令他本来是贫穷，一班的贫穷，不过在信心上面是富足信了主的一班人。另外一班就是很富足的一班的信徒，他们之间有了一些张力，有了一些冲突。雅各就提醒他们，在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里面，要认清哪一个是真正的敌人。原来真正的敌人不是眼见的那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或者有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些我们所识的亲朋戚友。我们真正的敌人原来是最先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自私的欲望。我们真正的敌人呢，
又是一个以世俗为友的心，就是说呢一个偏离圣经的真道，反而倾向于世界的价值观的这种这样的心态。还有一个敌人呢，就是一个我们肉眼虽然看不到，却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魔鬼。所以雅各呢就呼吁我们要谦卑，要亲近神。今天的经文里面呢，雅各更加是继续去提醒我们，在这些肢体与肢体之间，特别是这两种不同的在个社会的那个阶层不同的信徒呢，他们的之间那种的冲突，雅各呢就在这段经文呢向他们提出了两个不可，两样不可以做的事，在他们相处之间，雅各提醒他们有两件事。那第一件是什么事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里面，雅各讲出的第一个不可以做的呢，就是彼此之间不可以彼此去批评。而这个批评呢，我用的经文是新译本来的。第十一节说，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在个我们惯用的那个和合本就是批评。批评呢有时都是可以说是一种正面性的说话。但是这里呢，就是雅各讲的，就是说叫他们之间呢不要互相毁谤。特别是讲到第一类的信徒，就是那些被欺压的、穷苦的，又没有势、没有力去反抗的时候，这样讲句咒诅的说话，一些个毁谤的说话，没人可以拦阻到我啦，这样。那这一班人呢，雅各就提醒他们不可以彼此的毁谤、批评。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是照圣经里面的教导，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是同为肢体的。神的家或者教会呢，就好像一个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呢，就好像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那样。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会有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会有一些缺点，有一些过犯，有一些错失。彼此之间我们怎样相处呢？当我们见到另外一个人他有软弱、有过犯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呢，来去诸多的批评、毁谤他、判断他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同为肢体呢，我们就是同肉同荣的一班人。所以呢，保罗都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说话，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句话是几时讲呢？原来呢，哥林多的教会呢，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那里，所以保罗呢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去提醒他们、警戒他们，甚至责备他们。后来呢，他们悔改了，保罗呢就再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保罗讲出他当时责备那些人的心迹。他说，有哪个人软弱我不软弱呢？其实个意思呢，就是说有哪个人软弱的时候，我呢不感觉到很忧伤，到很软弱。有哪个人跌倒我心不是焦急，好像火烧那样的呢？即是保罗呢，是当他见到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姊妹有软弱、有很多的过犯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是很焦急的，好像他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这样。这个呢，就是保罗呢，他真的将他自己和教会弟兄姊妹呢，当作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同肉同荣。譬如说我们呢，如果有人我们的左手被一些毒蚊或者什么咬了，肿起上来，又痛又痕，那我们的右手会做什么呢？
我哋嘅右手會唔會咧就係、是，抵你死啦！啊，平時咧都係我做嘢多嘅，你都唔做嘢嘅，你左手啊乜嘢都係個右手做，啊間俾你痛啊啱啦啊咁樣啊去責備佢，去批評佢咧，我哋嘅右手唔會咁樣做嘅，我哋嘅右手咧一定要咧係會去呵護呢個痛緊嘅左手，幫佢搽藥啊，啊幫佢做呢樣做嗰樣啊。如果行嘅時候咧，就算咧我哋譬如半夜瞓覺瞓到好冧，我唔想喐嘅時候，但佢行起嚟咧，呢隻左呢隻右手咧幾驚幾唔想喐咧，都係會啊摸過去啊掃下左手嗰個痕癢嘅地方啊。聖經話俾我聽，我哋係同為肢體嘅時候，雅各話唔可以。千祈唔好彼此个批评、论断、毁谤，因为我哋系同一个肢体，我哋系同欲同荣嘅。雅各咧就提醒我哋话，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啊！我哋去睇翻嗰段经文里边话，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喺主面前自卑落嚟。唔可以彼此個毀謗。咁雅各咧，佢嗰個，我哋讀第十一、十二節咧，你會睇到雅各嗰個講法咧，同埋我哋一般人個睇法可能有少唔同。啊，我哋咧一般嚟講，我相信咧，每一個人我哋都知道啊，毀謗別人，尤其是自己個弟兄姊妹或者自己個家裏邊個人，譬如咁樣啊，我哋嘅朋友，總之咧，我哋自己嗰、那個啊，一般人嗰、那個。道德良知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应该毁谤人的，我们不应该背后说人在这里论断的，这个是道德层面的，也都是说人与人之间那种相处人伦来讲的。但是雅各在这里呢，就不是讲到单单是人与人之间，他呢是将这个问题呢是提升了去更高一个层次。啊，其实主耶稣咧都曾经帮我哋讲过啊，主耶稣讲咩咧？佢话你哋唔好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呢个系主耶稣或者讲神嘅吩咐嚟嘅。所以咧喺嗰个道德层面上面咧，我哋知道呢啲唔应该做。但系雅各嗰个讲论方法咧，佢就系话只有神先至可以咧系判断律法同埋审判人。在第十一、十二節裏面，雅各他那個邏輯推理呢，就是說只有神才可以去判斷律法，因為他是那位頒布律法的人，神是那一位呢可以救人也可以滅人的神，即是說神只有神是那一位呢去赦免人的罪或者定人的罪的那一位，他是判斷律法，他是審判人的，只有神才可以做這件事。如果一个人去判断弟兄，佢等于系判断嗰啲律法。做咩讲系判断律法呢？因咧，我哋会再提呢一样。如果一个人去判断毁谤弟兄嘅时候咧，啊，雅各话只有神先可以做呢样嘢。但系咧，如果人都系咁样做咧，即是话呢个人咧已经咧将自己当做系神一样，将自己咧当咗系审判官啦，咁样嘅意思。我哋谂一谂，啊，有时我哋睇一啲啊古装嘅一啲个啊嗰啲个电影啦，啊，古代嗰啲咧系有个皇帝嘅，皇帝嗰张椅咧，啊，龙椅嗰张皇帝嗰个座位啊，系边个人坐咧？就只有皇帝坐，唔会有边个人咧？有一日，哎，皇帝召集大臣嚟开会嘅时候，咁有一个人咧，去行得，去嚟得早，到咗先咧，佢就坐咗上去个龙椅度，得唔得咧？吓，嗰个系皇帝个位嚟嘅，边是系边个人随便都可以坐咧？所以雅各咧就喺个经文佢话：你是谁？竟敢判断你个弟兄咧？你是谁？呢度咧系提醒话。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做，你是哪个呢？你敢这样做啊？就是说呢，难道我们呢将自己当作是神了吗？还有这里说判断律法，雅各说如果我们
论断或者毁谤弟兄呢，就是在这里判断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律法呢，就是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的那个律法，经常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个至尊的律法呢，就是爱人如己。咁如果我哋呢去论断去毁谤我哋个弟兄嘅时候，咁就唔係爱人如己啦，呢个就唔係爱啦。所以呢就等于话呢，当我哋去论断毁谤嘅时候，就係我哋去论断緊呢一个至尊嘅律法都係唔好嘅，咁样嘅意思。因为当我哋批评论断嘅时候呢，是一定会伤害到对方的，伤害到人，那就违反了爱心那个定律。当然如果我们那个批评指责是出于一个爱心，想要帮对方来去改正他的错误，那个就另当别论了。等于譬如说主耶稣当他指责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严厉，但是他那个心里面那个动机呢，是出于一个爱心，要这些法利赛人呢改正他们那个错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都是一样，用很严厉的说话，但是他那个指责是出于爱心。当我们要去提醒一个人一些过错的时候，用爱心去提醒，那个就不是去毁谤判断的这种的例。当然如果我们要去提醒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语气，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方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但是在这里雅各讲的那一去当时个教会那些受众他们那个情况呢，就是出于一种呢恶意的去毁谤。当我们去毁谤去批评的时候呢，去判断人的时候，去说闲话的时候呢，通常呢就不是出于爱。因为当我们去这样毁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不知不觉呢，好像将我们呢放在一个我们是啱的，我们是比对方好的这样的前设的里面。所以这样呢就是一种神所不喜悦的。另外呢，我们都有时候会忘记一件事。这里雅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呢，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那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个优点，有什么个好处是好过别人的话呢，我们都不要忘记，雅各不要看错了，我们不要忘记呢，我们这些好处呢，其实都是从神那里赐下来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些优点来的。如果我们当了呢好处是我们自己这样呢，我们就成了一个只有一种个骄傲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批评，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 是大错特错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提醒我们，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为什么还自夸好像不是领受那样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自夸张狂这样来去毁谤，来去论断别人呢？保罗说，使到我们与人不同的，如果我们有什么优点的，雅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切下来，而保罗又说，有什么我们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领受的。如果我们领受的呢，我们就应该是谦卑，而不是在自夸，这样的意思。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如果不是神恩待给我们，譬如说生长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背景里面，或者生长在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一个好的环境里面的话呢，那
讲唔埋，我哋都一样，好似我哋所睇小嘅一啲人，佢哋所有嘅嗰啲缺点，佢哋所有嘅嗰啲嘅败坏。譬如话，当我哋睇历史嘅时候咧，哦，喺文革嘅时候咧，嗰啲啊红卫兵啊嗰啲咧，做到咧好多好狂妄嘅事情。有时我哋谂喺一个大时代里边，如果我哋都生长喺嗰一啲咁样个啊好恶劣嘅环境里边，我哋能唔能够特别嘅自身洁身自爱呢？啊，如果我哋唔系生活喺一个好嘅环境里边，我哋系咪都一样系好容易会败坏呢？何况神更加俾我哋一个恩典，让我哋信咗耶稣，让我哋读圣经有一个更高嘅道德嘅标准嘅提醒。所以呢一切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是领受回来的，所以我们根本是没什么的资格可以去毁谤别人，可以去论断别人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在他那个受众接受这卷书的那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那些被欺压紧的人，或者从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冲突里面提醒他们，要记得我们所有的优点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可以归功给自己的。否则的话，如果我们论断别人是不应该的。那这个就是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出的第一个不可以。那第二个不可以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自夸自恃。这里呢就是向另外一类的去个受众来讲，就是那一班呢很有钱，正在呢有很多个计划的人。我们再看回这个经文，他说你们说啊，有这个圣经译本，譬如说和合本一开始呢就有个字 Hi 这样啊，英文呢就是，其实这个字呢就是有一种引起人注意去要讲个说话。唉，你哋讲啊，今日或者听日呢，我哋就要去某城里面喺嗰度住一年，做生意买卖，即係有好似呢有好多嘅大计。其实听日点样你哋都唔知道。你哋嘅生命似咩呢？好似过眼嘅云烟啊，转眼之间就消逝啦。所以雅各话，你哋倒不如话，主若愿意，我哋就可以活着，我哋继续活着，有生命，我哋就可以做呢件事，做嗰件事。但系你哋竟然间咧系张狂自夸，这一切嘅自夸咧系邪恶嘅。啊，雅各喺度讲紧另外一班个信徒个乜嘢事呢？第十三节嗰度咧就讲紧佢哋个啊，雅各指责佢哋嘅一个。他们那种的张狂自夸。第十四到十六节呢，就是雅各给他们一种的纠正。然后十七节呢，可以说是一个结论。首先呢，雅各指责他们那个夸口，说他们，哎，我们呢今天啊，明天啊，我们去哪里做什么事啊，这些计划啊，这里呢讲出个叫他们不可以做的呢，就不是说不可以计划。我们一般人，我们 都明白做事呢，一般的常识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做事没有计划的，我们就不会成功。如果我们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和准备呢，我们才是容易是可以取得甚至是事半功倍可以成功。所以呢，呢度雅各所指责呢，就唔係话呢一啲人呢有好多个计划係唔啱，而係话呢佢哋嗰个计划里面呢，佢哋係按佢哋自己个意思而行，佢哋係依靠自恃自己嗰个能力，完全呢将上帝呢喺佢哋嘅生命里面呢撥咗出去嘅。佢哋单靠自己个能力，佢认为单靠佢自己个能力就可以发财啦，唔需要理会上帝一啲个咩要求，唔需要理会上帝一啲个指示咩嘢晒啊！佢哋嗰个自夸，同埋咧另外一班人嗰种个论断咧，其实咧嗰个性质都有啲相似，系咩咧？就系心里边个
一種的驕傲。論斷別人是因為我們自己心裏面有一種的驕傲，我覺得我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還有這裡這些他們有很多的計劃，他們沒有一個依靠神的心，他們覺得可以做一切的事，咁呢個呢都係出於心裏面嘅一個個驕傲。可能你聽到呢啲說話，你會話：如果一個人有能力，佢靠自己好好個計劃，有咩錯呢？做咩佢一定話要將上帝放喺你個計劃裏面呢？咁樣。最近呢有兩件事呢都俾我哋睇到，其實我哋人個生命呢，雅各好似一個煙雲过眼的云烟咁样。我哋教会咧有一位个长者，有一日咧，佢就喺屋企啊，谂住咧要去个洗手间。咁呢个系平日一日，我哋都去好多次洗手间啦。我哋去洗手间去咗咪出嚟，咪继续做翻我哋个事，继续我哋要做嘅嘢咯。冇咩个大不了嘅事噶。咁當佢洗手間嘅時候，突然間咧只腳冇力喎，咁啊跪一跪低咗嘅時候咧，嗰、那個膝頭哥咧就裂咗，一撞擊個緣故，咁啊結果咧入醫院啦，跟住咧就要入康復院啦，都未能夠翻屋企，需要一段時間俾佢慢慢個康復。如果咧我哋一啲鐵啊，一啲乜嘢嘢裂咗一啲物質嘅，揾一啲嘢補翻佢，焊翻嚟。如果鐵裂咗，焊翻佢咁啊可以好快咯，係咪？但係一個我哋個骨裂咗嘅時候咧，需要去慢慢個去愈合。咁咧，本來想做嘅嘢，或者日常生活裏面計劃嘅嗰啲嘢咧，全部都要暫停咗落嚟啦。其實人個生命有時候係咁脆弱，有一啲事突然間發生係我哋意想唔到嘅。有一個鋪位咧放空咗好一段時間，好希望咧能夠租到出去，咁呢個業主咧就有一啲個收入啦。咁咧喺呢個疫症嘅期間咧，做生意唔係咁容易，揾人嚟租都好難嘅喎。咁啊，幾經艱難咧，終於咧有一個新開始要做生意嘅幾個人咧，要租用呢個地方簽埋合約，而且咧睇嚟咧好似誠意乾乾咁樣，因為嗰個合約只係要求係去。譬如話俾兩個月個上期就得啦，佢咧一次過俾三個月個上期，好似咧係佢真係好覺得咧，佢呢個咁樣個做生意嘅計劃咧一定係好嘅，而佢亦都咧好熱誠咁樣去做嘅。咁但係當佢簽咗約，一下就三個月個上期俾咗之後咧，做咩突然間咧又好似冇咗下文咁樣，發生咗咩事咧？咁後來先知道，原來呢個要開始一個新嘅佢自己新嘅事業、新嘅生意嘅呢個人咧，喺一個車禍裏邊，唔係過咗身，唔係話喪生，但係咧佢遇著一個車禍，咁咧結果咧就停咗一段時間先，再聯絡翻就話，因為有咁樣嘅車禍，令到佢咧唔可以按照佢自己嗰個計劃咁去做呢個生意啦。雅各話：我哋個生命係乜嘢呢？本來咧就好似過眼雲煙。呢一班個雅各所寫俾個嗰班個有錢個基督徒，有錢嘅呢一班人咧，佢哋係要去做生意，冇咩錯。佢哋周詳嘅計劃都冇咩錯。不過咧，佢哋有一個咧好驕傲自恃嘅咁樣嘅心態，將上帝放開另外一邊。當一個人唔將上帝放喺佢嗰個生命嘅裏邊嘅時候，咁係咪話佢要做生意，佢要做乜嘢，佢只係按佢自己嘅標準去做，就唔會按特別係如果係基督徒，佢又唔按上帝嗰種個要求嚟去做嘅話，咁就係得罪神嘅。我哋時刻所記掛嘅事係啲咩事呢？
好似呢一班個人，佢話：我哋咧今日明日要去邊個城市做咩，賺大錢等等，呢個係佢哋心裏邊記掛個去計劃嘅事。我哋心裏邊時常記掛嘅嗰啲事咧，就係、是、我哋個生命個焦點嚟嘅。譬如如果我哋時常咧喺度思慮我哋咧生活裏邊所需，我哋時常思慮。我哋個要有一啲更好嘅享受等等咧，呢個咧就反映出我哋嗰個生命嘅焦點咧，就係放喺我哋嗰個生命自己個享受上面。我哋個生命嘅焦點咧，就係放喺呢一啲嘅今生嘅飲食上面。但係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時刻咧多記掛嘅係。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命令，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他说，世人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的要求。最后有一句圣经呢，特别是我哋时常用嘅第十七节，我话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呢句话咧，好多时候我哋一谂咧，就人若知道行善，咁我哋啊会谂到啊做一啲善事啦，譬如帮助人啊呢啲咪做善事啦。如果人若知道行善事而唔去行咧，呢个系佢个罪啦。但如果我哋將呢句聖經放翻喺雅各書呢個上下文裏邊，我哋見到啦，英文咧係咁樣譯嘅。佢話咧，原來咧有加多個因為嘅喎啊。To one who know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嗰個善事咧，其實咧喺好多個英文譯本咧都係咁樣譯嘅，係咗嗰個所謂嘅善事咧，就係 the right thing to do， 就係嗰啲應該做嘅啱嘅事。而我哋所有好多個中文譯本，我睇過好多個中文譯本咧，都係用翻呢個善事。咁呢個善事有時喺我哋習慣性嗰個用法咧，就係有啲行善啦，行善積德啊嘛，幫助別人啊嘛，等等呢啲。但係其實放翻喺上下文裏邊咧，雅各講緊嘅就係一件啱嘅事係咩事咧？唔好批評論斷，唔好咧自恥。单单去依靠自己而不去依靠神。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好像一个云雾，我们的生命是脆弱，我们需要依靠上帝，这样的意思。这里说如果人知道我们应该要依靠上帝，如果人知道应该要遵行爱心的律法，不应该去论断，不应该去自恥，但是我们竟然间要照这样做呢，那这里说这就是他的罪了。如果按上下文呢，就是这样。当然这一句圣经呢，我们也都是可以引申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人知道哪一些是该做的事，如果这个善事照英文那里这样译呢， 你可以理解一个，如果人知道哪一些是该做的事应做的事，而我们不去做呢，其实这个都是照圣经的标准，这个是罪来的。我们一般的人所想呢，就是说作奸犯科当然是罪啦，做一些害人的事那些当然是罪啦。如果我没有犯什么法律，如果我没有伤害过人，那我就没有罪咯，我都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呢，在这里呢，雅各这里讲话，如果我们知道哪些是应该做的事，哪些是啱的事，该做的事，而我们不去做呢，这个都是罪。这个呢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呢亦都是配合了雅各书里面的一个主题。因为雅各书呢，很多次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有信心应该有个行为做出来。言语不可以只是得个讲，而是要呢言语呢是要有行为去配合起上来的，就不是单单是去讲的。我们要这样的讲，就要这样的去实行。
咁喺呢一度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知道咧，我哋都要實行。呢個咧，亦都配合翻雅各嗰個好注重實行嘅呢一個個主題喺雅各書裏邊係非常去注重呢樣嘢。我哋唔能夠話咧，我冇做壞事啊，我冇違背良心啊，我冇違背道德律，我又冇違背國家嗰啲個法律等等等等啊，我就係一個好人啦。但係雅各喺呢度話，如果我哋知道應該做嘅事，而我哋唔去做，喺神嗰個標準嚟講咧，呢、這個這就是他的罪了啊！因為正如頭先我講，神話。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嘛。所以基督教给我们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这个是上帝的审判的标准。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神要我们去做。有一个年紀都開始大的一個爸爸，他有一個獨生子啊，遠遊在外，好耐都冇翻嚟啊，好多啲時節節日啊，咩都唔翻嚟。咁咧有一日夜晚大風大雨嘅時候，風雪交加嘅時候，好夜啦，咁佢咧就上咗牀瞓覺啦。當佢上牀瞓嘅時候，冚好曬被。冬天嘛，好凍啊，冚好曬被。如果今日好似家陣咁樣嘅天氣，你上咗牀冚好曬被突然間有啲咩事，你落唔落牀咧？如果係你唔覺得好重要嘅事，你都懶得再落牀，因為再瞓翻上牀，你又慢慢冚被啊等等，你都懶得落啦。當佢夜晚瞓到一兩點嘅時候咧，就聽到有一個呼救嘅聲音喎，有人喺出邊。外面屋外面求救喎，咁啊諗，已經咁夜啦，我個身體都唔係咁好，我又咁攰，所以咧佢都唔想起身，咁啊繼續嗰個呼救嘅聲音一路繼續嗌，我呢度又唔係淨係得我一間屋，左鄰右里都有人啦，都有第二個人去聽到，都有第二個人可以去救啦，所以咧。佢就聽咗一陣，都係唔想起身，都係唔想起身，咁啊又再瞓翻。但係呢個聲音咧又繼續嗌，又再聽到。後來咧，乾脆咧冚埋攞張被冚埋個頭，咁啊，平安夜，平安咁啊瞓啦，唔使聽到啦，咁樣咁啊瞓著咗喎。後來到第二日咧天光啦，起身啦，咁夠曬精神啦嗰陣。咁咧突然間諗起，係喎，琴日半夜咧，邊個人喺出邊嗌救命咁樣嗌咧？今日出去睇下先。咁咧一行出街，遠遠嘅地方咧，見到一班人圍住。有個後生仔瞓咗喺地下。咁又慢慢走埋去。隻眼唔係咁清楚，睇唔得咁清楚，究竟係邊個人？一路行到埋去嘅時候，見到原來嗰個咧。瞓喺地下嘅人系琴晚咧嗌救命嘅嗰个人，而呢个人，再望清楚啲，原来系佢自己嗰个独生子。原来咧，琴晚佢个独生子翻到嚟，但系风雪交加太过犀利嘅时候咧，行到咁耐咧，太攰咧，喺度唔知咩原因啦，佢咧唔再行得喺度呼救嘅时候，原来我听到嘅嗰个。我知道的那个呼救的声音是我自己的独生的儿子，而我没有去做这件事。当他这样走过去看到的时候，他抱起他的仔，这个是我的仔，巴不得时间可以倒流，让他可以再听到这个声音，快点出来你去救他的仔。他知道，他听到救人是人的良心里面都知道应该做，但是他不去做。雅各说，当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我们不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是
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一个良心的作用，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有多少我们真的完全做得到呢？我们知道行善，但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去一就是信靠主耶稣那个赦罪的救恩。第二，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不可以毁谤，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自恃张狂自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透过雅各的书信，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那个自尊那个的标准，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看到我们的软弱，以致到我们不敢去随便的去毁谤，去批评别人，以致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里面，我们不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是去依靠你，我们是愿意去遵行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多谢大家。我们多谢苏牧师的讲道。今生若比永恒长，我们唱翻首回应的诗歌。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此刻快乐吧。难怪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占据经营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所欲吧，指着桃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此刻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经营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桃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可是谁晓得今生若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有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此刻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占据经营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实心所欲吧。只这桃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可是谁不晓得，今生若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伤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能拿什么来换？我们跟住咧就係唱讚美詩，咁我哋請大家一齊起立嚟到唱讚美詩。跟住我哋請蘇牧師嘅祝福。讚美天父，愛世慈恩。请大家同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今天我们崇拜到这个结束，多谢大家，愿主给大家时常有一个喜乐的心。